大家好，大概有一个月零几天是吧？没有做这个视频了，原因是有的，是吧？这个病毒，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爆发，这个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个字是吧？这个毒啊，将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记。说今天呢，我就戴着口罩来做这个节目，因为呀，不光是病毒，还有其他的毒，在这个世界上肆虐。人类呢，这个社会。到今天可以说是病得不轻。这个头发，因为这个 pandemic 这个疫情期间呢，所有的商业都关了，包括理发店，是吧？最近好像说在加拿大刚刚的放开。因为这个几个月的关系，我订了一个套理发工具，后来是自己剪的，用二号反复的推，本想剃个光头，后来还没剃。好了，咱们书归正传，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杜甫这个《客至》这首诗。哎。这首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在翻译上还是有的。我今天呢，重点说说这个曲子，因为它在所有的这个注释本当中基本上没有提到，它不好注，是吧？为什么？我们一会儿看一看。但是英文发音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下次再谈。舍南舍北皆春笋。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唐诗啊当中，咱们不说诗经了，诗经呢以后再讲。诗经无疑是更难一些。因为它时代更早，在这个古诗当中，有的时候那个动词啊，就融入在，这在古汉语里面啊，唯一的现象，英文都没有，融入在一些其他词的成分当中，比如说"舍南舍北"。皆春笋，皆一般的字典、词典都意味是都，但是大家看这个"皆"，实际是里边的，它没有说皆是，皆是。它没有这个"是"字，但实际上包含了那个判断词，皆春笋。所以这个看，大家看，还有，樽酒家庭只旧醅，只这个"只"呢，它也是包含在一个动词里面的，它是。只有或者只是，所以这是汉语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汉语当中呢，它没有英文当中那样的符合就是引导词，所以有的时候呢，它这个词序上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看一看，逐句的看一看。所以舍南舍北。皆春笋，春笋是吧？
那春水呢，它是指春天春季里的流水，它有可能由于这个冰雪融化而变多了，但是呢接春水这个里边呢，他也没有讲哈、啊、这个涨啊涨水了或怎么样，但是翻译当中往往他都翻出来这个涨。其实春水有很多特点，它不一定就是涨。但见群鸥日日来，这个淡它不是转折的意思，是吧？不是转折的意思。春水和这个群鸥日来都是这个春天的一般的景象，常见的。所以这个淡见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是吧，也是表示一个常见的现象，群鸥日日来，它能看见，是吧？淡它就表示一下，强调一下，在这里它实际上强调的意思。花径不曾缘客扫，是吧？并没有因为呢客人要来了，他故意去扫花径。那么这个不曾缘客扫，那么今天他扫没扫呢？因为这个客人要来了，这个客至是吧？这个、客人要来了，那么今天他扫没扫呢？其实有的，这个翻译成就翻译成了。但是今天呢他就扫了，有的也说没扫。其实我认为花径不曾缘客扫是没扫，花径它不阻碍你走路的，而且要是有花瓣落在地上的话，那还是迎客的一个好现象，是吧？好景观。蓬门今日为君开，蓬门是什么门呢？这个蓬啊，它是指这个有些这个蔓类花草，是吧？缠绕在它这个木门上，这个时候呢，蓬门，这样的蓬门也说明呢，这个门呢是不常开的。那么他今日为君开，是吧？今天呢比较特别的，所以他今日为君开。盘孙世人无间位，盘孙呢就是盘当中的菜，由于市场比较遥远，无间位，间呢是指有两种三种以上的那种不同的菜肴的时候，那个味就是指不同的菜肴，是吧？不同的菜肴就是不同的味道。那么盘孙是无间味，这里面大家看一下，今日就是副词，这个顺序呢，今日方蓬门为君开，蓬门今日为君开，意思上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从这个韵律上当然是蓬门今日为君开是很好。盘孙世远无间位，大家看看世远这是一个元音从句，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这应该是 because 什么什么，是吧？ for 什么什么，但是汉语当中没有。那么这个释远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可以移到前边去。那么释远盘孙无间位，这是孙的读，说的读呢，按照正常的语法顺序，是不是啊？这是说的通的。那么这就说明为什么汉语的语法产生了非常非常的晚。是吧？音韵和语法学呢，都在汉语当中产生的非常晚。
大概是宋明这一段西方的语法学传进来的。那么中国的语法学家早期的他是模仿了西方的这个语法来研究中国语法的往上套，所以有很多问题。因为汉字在不同时代它的词的构成句子的顺序方面，所以语法学在中国至今不是很成熟的，我可以这么说。大家看看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了一点语法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老师也不好教，这个是至今还是一个课题。所以你研究甲骨文语法曾经有几本书是吧，或者有一些研究，在十几年我就见到你在没有搞清楚汉以后这个语法的时候，你先不要去做那个。尊酒家庭指就陪，刚才说了指实际上是只有啊是吧，尊酒是这个容器里装的酒，家庭，你看这个尊酒和家庭是不是也可以换秩序的？因为酒只有酒陪，是吧？家庭是一个原因，是吧？陪是指那种呢，没有最后经过纯化处理的酒，但是呢，因为这不是上市自家做的，工艺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再加上它是不是很富裕，可能你要纯化这个酒啊，还需要些设备什么，是不是？所以它没有这个很纯的那种市上卖的那种质量好的酒，但是尊酒家庭指就陪，肯于临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于杯。肯于临翁相对饮，大家再看看前四个字，肯与临翁相对饮，你要把临翁拿过去呢，肯与临翁肯与，那么呢这个主谓关系就变。我曾经考虑这个取字，因为隔离呼取尽于杯，这个取到底什么意思是吧，没有搞明白，别人都没提是吧。这只提呢，如果客人要是想与隔壁老翁相对饮的话，那杜甫可以隔着篱笆去叫他来敬一杯，是吧？把剩下这个酒喝完，杯中的酒啊，这不是那个酒罐子，有一个发音把酒罐子要喝完，你不知道酒罐子有多少酒。但这个曲字呢，这个曲字啊很关键，你说你呼人的话你不能叫取是吧，呼取，我呼取老翁，那不对，你要是呼取酒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里就涉及到到底是谁呼取谁的问题，这个取字在这里很关键。我经过了一番研究，其实这个取啊是通句，这就通了，隔离呼句先进一文，是隔离呼句是吧。那么你杜甫啊问这个客人啊，说你要想再热闹一点，咱们把隔壁老翁，你要想热闹一点，你隔壁老翁想对你的
话，我就把他叫过来，咱们相聚呼取，取要说句实在话，这汉字里复杂程度就这样。这个取呢，它还有呼唤的意思，但是呼取它俩不是同义，在这里不可能是同义。他呼他要过来相聚，进于北，所以这回这个意思就清楚了。好，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再见。